因为昨天晚上网上的发现是一样的，他是故意的。嗯，夸耀对，夸耀是故意的。因为说我们家长认为啊，这个600块钱和100多块钱还是差着有500块钱的差距，差着有5倍，所以说还是存在有巨大利益关系的。单凭一个护士的能力是做不起来这个事情的。